救救我！我在入口旁边的仓库里，那些怪物，怪物在附近，他们好像睡着了。谢谢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发生了什么？丹尼尔在哪？变异者，变异者突然出现，丹尼尔为了救我，吸引那些怪物跑。没事的，你先。谢谢，我会尽我所能的。丹尼尔，渡鸦的人，你快去通知哨所，捂住伤口，丹尼尔。
随时保持警惕。抱歉，等我找到丹尼尔的时候。丹尼尔老大，感谢你带回了他们能够安心。放心，杜鸦避难所绝不会放弃自己。谢谢你们，哨所现在情况很糟，我们需要尽快增。为了感谢你对红木哨，那里是我们正在，这是我们所。这里是秀妍，我已经到庄园了，你可以在这儿修建。